你这伤为什么还不处理啊？鬼话城的规矩，影子有权利调教主子，主子更有权利教训影子。若没有主子允许，影子是不可以擅自包扎的。 规矩都是人定的，若主子成了那个人，自然不用受这许多制约。你即使有这么高的心气儿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，只做一个受人驱使的影子呢？媚主子今日似乎好了许多，不如今晚就练习听声辨位如何？你病这一日。 功课已经耽误了许多。为了自己保命，你还真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！你站住！你过来！ 杀人需一招致命，不然倒霉的是你自己。滴入耳中，对你有好处。 这是什么啊？主子可还记得来鬼画城第一日和主子抢名字的那个姑娘吗？这是她的指甲，或者昆仑的髌骨调配而成，可以提神从耳。鬼画城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不待了，我不待了，不行吗？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放开！你看他的腿，先把铁烧得滚烫，再把两只脚摁进去，就此落地生根。他和你一样，三天前说他做不了了，城主不许，他便自己设法逃走，逃出几里多了。 又被抓了回来，这个罪责就更重了。升到天杀之后，妄图推翻城主，
被砍了双手双脚，一入鬼化终难还，你早已没有退路。死去的晚辈只有一种结果，微弱浮沉，尸骨无存。劳烦梅主子，将刺伤长安那柄簪子取回来。